胆固醇之夜。胆固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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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胆固醇要爆表了！本跟朋友约了这间和洋料理店，想试看看今年的黑尾鱼。谁知道后来吃的不只是鱼，因为没有事前预约，只能吃到上腹部位。幸好这块肉也还算鲜嫩漂亮，吃起来，甜度、鲜度都不错。老板推荐说，今天还有铁甲虾，跟黑尾鱼一样，都来自东港。生吃最能尝出它的甘甜，可是这一天没有放在碎冰上，吃起来脆度不够，有点可惜了。老板还说，今天有吉拉多生蚝，而且一颗才卖180，怎么可能不点呢？哇哦，个头不小，大概是一个女生的手掌大哎。挤一点柠檬品尝，那多汁肥美爆浆的感觉啊，舒服。老板真的很会推荐，这天又吃了澎湖来的生蚝，个头不大，可是火烤到熟了以后，软软 QQ， 好香甜。接下来这一件事就不能怪老板了，因为是我自己走过去发现的。这里居然有干式熟成45天的带骨乐野牛排，大火烤透以后，吃得出香酥的外皮以及柔软的肉质，靠近骨头的部位也是脂香四溢。可惜的是，烤完之后好像静置时间不够久，有一点点血水渗出了。只能说老板真的很懂食材，又会推销，这天吃了好多胆固醇，罪恶罪恶啊！动新闻，老板要不要转行去购物频道啊？报道。